警方侦办大学教授涉嫌以不实的发票来骗领研究费，因为看下人数是真多，嘛引起社会注意哦。啊，教育部早起就表示，到底有偌济教授兼助理被起诉，因并无清楚，啊，不过因会赶紧联络相关的学校来了解，互因协助。大学教授做研究需要经费，爱心提出研究计划，但是有时阵实施的时阵才发现，甲当初规划需要的物件无介相共。现行的法规基本上是黄弊大于新利，所以在研究进行中的时候，如果说要去做调整或改变或者是说购买的项目有所不一样的时候呢，目前困难度是蛮高的啦。就算国科会甲教育部伫咧旧年八月大幅度放宽经费留用规定，也毋过申请其他公部门的研究案，经费核销也是真严。当初申请啥物名目，就爱用迄个名目核销。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一挂提供研究素材业者根本无发票。买岩石但是买岩石的话，我们是只能去那个做墓碑的那个工厂去跟他买那个土工跟他买一些那个岩块。但是那土工他没有办法开发票或者开收据。用其他发票核销已经是学术界未使讲的秘密，而且就算检方已经起诉几位教授，教育部认为真正把钱放入去家己落底的人无济。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这些教授，他都不是故意的，他可能是便宜行事，可能是疏忽，可能是对于整个相关的规定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清楚，所导致出来的一些结果。到底有偌济教授甲助理涉案，教育部无清楚，只表示会联络相关学校提供协助。记者林秀仪、新志平台北报道。